蔡医师，请问如果要到博元妇产科做人工受精，要什么时候回诊呢？那过程是怎么样呢？我建议你在月经的第二天到博元妇产科就诊，如果一到礼拜天第三天就诊，我们在这个过程会帮你评估卵巢功能，根据你的卵巢功能适当的给你吃排卵药，打二到四次左右的排卵针剂，这要看你的卵巢功能的反应而定。大约在月经的第十三天、第十四天，我们会执行两次的人工受精的程序。根据国外的统计，两次的人工受精比一次的成功率高。只是之后十四天，你就可以愿意开讲。